星期给出题哦，火势定位了没？好，来，吹得来哦，王公是来运转，打雷公神佑万年，然后就敲锣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咯，是来运转，神佑万年。正前方，感谢各位，希望咱今日的采集顺利，咱民族集团就过哎，就欢喜哎，欢迎姚辉赛，欢迎吴波比，今天是我们的压轴，我们今天姚辉赛终点站会是在主舞台，所以现场的好朋友，我们可以跟着绕境，最后会回到主舞台，今天有非常精彩的闭幕晚会。感谢各位，一切顺利圆满，祝大家平安健康大赚钱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Yeah.
Thank you.
Thank you.
照。
后台的，来哦，这边往后退哦。Thank you.
的话，然后经由学生们要做很辛苦的训练，然后呢，你们要创新传承下来，这是很令人开心又感动的一件事情。对，除了把文化传承下来，他们的工匠这些师傅也是要他们，对，非常非常的值得让大家回到这个青春、热血跟传承文化的交流。对，他们手上拿着棍，拿着长刀。看到他们平时练武的成果之外，哇，我这个长棍哦，厉害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这个是长枪，长刀，哦，长枪，对，长枪。对，我刚只有看到棍，没有看到前面有枪。哇，哇，因为他耍得很快哦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个宋江这很有气势，对，他们也是耍这个不同的兵器。对，不同的兵器，各位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好吗？树德科技大学的创意阵头。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伙食呢也同步已经到了我们的一半的路途了，真的进行的非常缓慢。没错，因为人真的太多了。现在伙食呢也同步缓缓的进入会场，赤手空拳也是有一个好功夫啊。你看，把创意的阵头、传统的阵头文化加上现在的街舞，是把它做了一个结合。对。好，树德还有加入舞蹈哦。对，所以才叫做创意。没错。好像从武侠小说里面出来 的，对。那其实以前为什么会有宋江阵的型号？他们在村庄里面，然后大家就是对练练武功，可以抵御外来的欺负，没错，可以保护自己心爱的家人。没错，没错，家园呢，村庄维护好。对。还加入了装饰，是。现在伙食也缓缓的进入会场了。对，伙食等一下要进入会场先安坐。是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贵宾陆续的到达会场，也请陆贵宾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
的市民好朋友。耶，树德科技大学创意阵头的表演。是的，在树德科技大学创意阵头的表演之后，好，哇，现在这个时间我们谢谢树德科技大学的创意阵头表演。是的，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来自我们古山区地月店八嘎中顶头的演出，来八家将的演出。那现在火司也安坐咯。是的，哇，刚刚看到了这个传统文化跟这个现代文化的一个冲击，是，你看看交流，没错，我们在台前表演。